超级美女小披萨，妈妈再也不担心我吃胖了，因为根本不够吃，好不？准备好蛋挞皮和喜欢吃的素菜和肉肉，配料只需要番茄酱和奶酪蟹，来点料酒和黑胡椒酱，把肉肉腌一下。接着，在蛋挞皮底部先来点番茄酱，涂抹均匀哦。接着，把爱吃的素菜放入蛋挞中，肉肉放在蔬菜上边，这样烤之后会更香。等肉肉均匀铺满后，最上面撒上奶酪，这样煎完烤箱，奶酪刚好融化，把食材紧紧包住。烤箱200摄氏度，半个小时。哇哦，受不了啦！还没打开烤箱，香味已经溢出来了，香气扑鼻，金黄诱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快给心爱的人做一份吧。Nice。每天不知吃啥样，欢迎关注小熊酱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，么么哒。